我们到山里面去玩。好，OK，Let's go。大概3个小时。好，出发。把车那个装在车里。好，在那儿是吧？对。OK。我去，大鹅。哦，来，把车装上。 你看这马路就很适合刷街滑板啊，很平坦，而且你不用顾虑太多。它不需要带点下坡吗？有下坡更好，更省力气啊。对。然后平地呢，适合做动作。啊，OK。对吧？待会儿我们要拍的那个片子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个是你踩着滑板，在盘山路上面速降，我呢会在坐在车的后备箱里面，反着过来拍你。 等我们到时候去看个路线，对，定一下。对，下午可能会先踩个点，到时候就是姿态上面可能要稍微张开一些，舒展一点，这样子那个片子拍照会比较有张力。今天天还行，我估计黄昏的时候能拍掉一个场景，可能那个事情对你来说难度不大，但是你的表情什么的不能太轻松，啊，chill一点。对。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林荫小道，明天呢就是你在这边用自行车，然后做一个横向的这样跳跃，然后我正面会拍一些，然后侧面的那种穿过竹林的那种感觉。天气预报早上9点以前可能有雨，其实我们拍风光的话呢，最怕这种阴不阴、雨不雨的这种鬼天气。 下雨啊！是啊，果然下雨了，这个天气预报还真准。那个，先去竹林看看吧，不知道那边能不能拍。 在机顶装上闪光灯的发射器，OK， 这样依然是可以遥控。这样，好，OK，咱们走。待会我们在这里就拍一个你滑板从这儿过来，然后把这个落叶
卷起来这样一种感觉。OK。要拍一个带有速度感的一个滑板这样的一个效果，那么从下午天亮的时候一直拍到现在晚上，天基本上已经快黑了。那么其实作为摄影师的话，你真正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反复去尝试不同的效果，不同的灯光的位置，我们的模特的他的一个动作，各种效果你都会去尝试，你也不会觉得烦，因为你真的会喜欢它。拍了差不多3个小时是吧，虽然很艰辛，但是我觉得看了照片挺满意的。嗯，只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才能拍出这样的照片，这种过程也是非常爽的，今天收获了不少，也学到了不少。滑板摄影它是一种文化摄影加运动摄影的结合，对，就是你了解这文化了，你才能把这东西拍好，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一项运动。它拍照片的上面有什么讲究吗？想办法给它拍的猛快高飘远，对，这是极限运动里边的精神嘛。但是更好的一些照片呢，你就要了解它的文化。嗯，就像汽车一样，对，汽车你开 SUV 你不可能去平路上开，嗯，对吧，就是山里边你不可能开一辆跑车来，滑板一样，对，你是来自街区的，你是来自街头的，你就要去街头拍。嗯，但是呢我们这次创新也很好，嗯，就也有穿西装冲浪，穿西装滑板的，它就是一种时尚的那种反差，但是你要了解它深入的文化，嗯，才能制造出这种反差好玩的效果。对，啊，Leon，待会我们要拍一个呢，是从上面这样子竖降下来，就你骑着车，差不多有一两个 S 弯，啊，我们主要是拍这个，也是慢速快门去拍你，旁边呢会有动感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在把手上装个遥控器，这样子就可以单手提着机器，然后同时摁快门。机顶呢会装一个无线的引闪器，用来触发我们相机。那待会儿我要坐在后备箱里拍的，但是这个闪光灯呢又不能够架在稳定器上面，因为那边已经没有空间架，有种把闪光灯绑架了的感觉。来，下来吧，很赞啊！二，一，二，三，走，漂亮。然后下次跳的时候，我稍微调点有点角度，太直了的话，好像就感觉是你这样子，对，斜一点会比较好看。你两次之间其实不用那么快。我懂了，这个闪光灯回电没有那么快。回电大约多少米？3秒。3秒。二三，那你看这个后面有个车灯打着，这边草有点亮了，再加上天你人这样子感觉都还不错，然后这个红的光还蛮有意思的。怎么能跳那么高啊？我感觉摄影和极限运动有点相像，都需要有一番热情，更重要的是坚持，不断去尝试。像你看到的一张完美的照片，它里边包含着一个团队的合作，这个需要很多次的尝试，不是随手一拍就成功的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，甩起来了。极限运动的话，其实我小时候也特别向往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也接触不到，那么现在年纪大，只能通过我自己的这样一种摄影的方式啊，去接近它啊，去拍摄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照片。刚才我也尝试了一下，去骑了一下这个小轮车，啊，其实你看了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做起来会非常的困难。再简单的一件事情，都是背后有着大量的训练啊，你有基本功的一个沉淀，你才能做得到位。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的。不要想着一天成为大师，一天成为高手，
极限运动是这样，拍照也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，极限运动有风险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啊，注意安全。我是摄影师张千里，我是演员利友，原来这么拍，你也可以做到。哎呀！